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希望科技的测试工程师 Alex。那今天要介绍的是希望科技最新的随身碟，最高速的随身碟 iDisk Tango 233X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最新的产品哦 ，Tango 233X 是希望科技采用最新的独家技术的高速随身碟。那它的读取速度与写入速度的速度可以达到40与30 Mbps 的表现。那同时我们还设计了很抢眼的金属外壳以及红色亮眼的外形设计，然后还同时搭配着后扣式的帽盖，让你在使用上非常的便利。那我们现在实际是利用我们大家常在做测试的 HD Bench 来测试我们 iDisk Tango 233X 来测试它的读取的速度。那我们看到测试的数据已经出来了，我们可以看到读取的速度高达41 Mbps 的速度，那写入的速度是31 Mbps 的速度。那另外我们再拿 ATTO 这一套测试软体来测试一下 iDisk Tango 233X 的读取的速度，那我们设它的传输的 size 设 0.5 到 1024 KB， 那 total length 我们设32 Mbps。好，那我们开始来测试。好，那我们看到 ATTO 的测试数据也已经出来了，可以看到我们 iDisk Tango 233X 的读取的效能表现都非常的良好，在读取以及写入的速度都高达40与30的速度。我们刚才实际看过两个测试软体的数据之后，我们可以发现 iDisk Tango 233X 在读写的表现上可以高达40与30 Mbps 的高速表现，同时我们在容量上也可以做到64GB 的大容量，这是对于你追求高速与大容量的使用者来说， iDisk Tango 233X 是你的最佳选择。